你今天好一点没有？还好，好一点。哦，你这个开着风扇吗？很热。富国岛很热，对吧？你现在感冒不可以吹风扇，呵呵，要小一点风，是吧？你吃早饭了吗？11点你那里？我去。哦，吃了OK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，哦，前天学的，呵呵。看一下第一个这个保证的这个包，看一下，这个呢，第11个词语，对，抢手，对，这个呢，这个怎么读？凡事对吧？凡事，然后这个竹子对吧？竹子，大学生活动中心我看一下，这个没问题。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。我听不到哎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的喉咙很痛对吗？多休息一下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这个你知道，标准标准，这个字这个字。这个是读干旱的旱，对，干旱的旱，那再看一下，这个字，对，实践，实践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确定对吧？确定，这个是读决定决定。好像你的声音，我听不到，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现在可以，可以，好像麦克风有一点点问题，再看一下，这个呢，这个呢，医生。对，T 恤，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。空谈，你的麦克风，检查一下，好像听不到你说话。这个是解决，还有这个呢，这个词语，这个，岗位。对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听得到了，你今天早上也有英语课吗？教小孩子英语？你工作，要多休息，不上班。
第七课是请客啊，看我们来看一下请客。嗯，对，你不上班可以去休去玩一下呀。哎哦，你能出去吗？如果说是确诊了以后，能出去玩吗？还是不可以，是吗？啊、哦，好像听又听不到了。嗯，不可以出去玩是吧？嗯，只能在家。对对。嗯，来副歌的玩一下。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语，嗯，大片，对，就是非常非常热门、非常好的电影，非常大的电影，还有大片啊，如果是读成片，嗯、啊。片，大片就是很多，对，大片，比如说一大片的东西，一大片的房子，就很多很多的房子，这个大片啊，就是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电影，很大的电影，用红笔啊，好，对，还有这个词语。单调，对，单调，比较无聊，单调，无聊，对，哦，还有相反的是那个多元的，多元，这个词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，多元，多元，对，单调多元，还有这个词呢，这个词，包间，对，包间就是这个房间啊、只有我用，把它包下来，包间，我要一个包间，对吧？就别人不可以打扰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语，不见不散，对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好像这个翻译不太好。知道。知道啊，得约一个时间见面啊，最后的时候啊，不见不散哈。不见不散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，知道的哈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你是王丽啊，我是东明，来试一下。说你阿强学进了，是真的啊？没错，我正要告诉你们俩呢啊，晚上我请客，你们方便吗？你请客啊？你哪能不方便呀？我哪能不方便呀？对啊，你打算怎么请客呀？对，请客就有时间，对吧？经常说啊，你有空吗？你有空吗？你先说什么事情？你要先说什么事情啊？我再决定有没有空。这样，经常发消息，微信上说到啊，在吗？在吗？啊，什么事？啊，有空吗？啊，什么事？对，你不说我就不说。看电影怎么样？好久没看电影了。最近有大片吗？现在的大片都是为了赚钱。别看表面上热闹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头，看头。对，看头就没什么看的，就不好看，没什么看头。那我们就不看电影了啊！你有没有好主意？有没有好的主意想法？我们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光喝茶聊天会不会太单调了？怎么这般？我请大家吃饭。你们看这样是不行？对，请吃饭请客，
这么着吧，就这，哎，这么样，这么办吧，啊，这么办吧，这么着吧，嗯，好是好，嗯，就是饭馆人多，会不会太吵了？这个不成问题。我们订号间，也能聊天，也能吃饭喝茶。这不成问题，这不是个问题也可以，这不是个问题也可以，啊，不成问题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就说定了啊，大家一起吃饭。哎，我们去哪个饭馆呢？学校西边有家烤鸭店，听说很不错我们去尝尝。对，哎，在富国岛有这个中国的饭店吗？啊，有，你，很多，哦，也很但是多。我没有试过。哦，你没有去吃过中国菜吗？还没。还没有啊，你可以去试一下中国菜。哎，这机会有机会，我会想一想。对呀，去尝一尝，哦，中国菜很好吃的。这哎，样。对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差不多吧，应该跟越南差不多，是吗？好，再看一下哈，那这个饭店具体在什么位置？出了校门，一直住西头第二个红绿灯，住left or right 反了，左边、右右边，这个是左左边。边对，对，走，左拐，这个读拐，这左偏，拐就是。对，左拐就是这 turn left，左拐，这个是读往哈，这个是读往，我知道了，我对，往，住的话，比如说我住在富国岛，这个住。这个是人啊，主，那这个是往的是方向，它是一条路的样子，这一条路，对，哦，还有一个字啊，小径就是小路啊，对，它就这个偏旁，好，往啊往左拐就是，往左，割歪拐，歪歪，割歪拐。那除了我和大卫，还请别的人吗？还有三四个朋友，到时候我给你们介绍，大家认识认识。对，好的，我们几点到饭馆呢？晚上6点行不行？对，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们6点准时在饭店门口见你，不见不散。对，一言为定。我马上就给饭馆打电话，另一个。哦，卡住了。包间对吧？订啊，这里有一般是预定啊，预定的意思。预定。等一下啊，预定，这个字，reservation 对吧？预定，reservation，哎，怎么读啊？英语教我英语，reservation 对吗？预定是吗？这个有几次的话，对，这个准时对吧？还有那个，这个几个字啊，大家会混，这个，好像就是这几个对吧？准时，谁？谁呀？第一个是男对吧？对，还有其他的偏旁吗？
没有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那个沙滩的滩，对吧？是三点水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沙滩。对，沙滩。啊，还有那个，我们上第一次课学的那个，瘫痪，就是加个病字头，是吧？对，瘫痪，生病。好吧，这个偏旁的话，就是它的意思，很多。好，再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天空啊，来试一下。东明拿了奖学金，想，这个是读怎么样？这个，这个是，对，对，庆贺庆，这个庆的话是庆的话是，比如说有喜庆，喜庆就是很开心，庆贺，贺是祝贺，congratulations，祝贺祝贺你祝贺你庆贺，王丽，大卫有时间吗？当然有，东明请客，他们怎能不怎么很能便不宜，怎么能不方便，对吗？很便宜。哦，忘了，你来。可能看电影吧，现在的大片，现在的大片都是为了赚钱，别看这个是，表面。表面，表面，面上热闹，那其实没有什么看头。喝茶聊天吧，光喝茶聊天又有点好。对，单调，是的，这个调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，比如说那个音调，音调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音调，这个单调的就这个音调就只有一个，所以比较 boring。好，再看一下哈，去饭店吧，去饭馆吧，好是好，就是有点，这个是有点什么，有点儿，这个应该是什么？开始找。对，有点草，考字吧。这个字有很多就比如说那个，这个是什么草？这个是刚才有点草是 noisy，吵架也是那个吵，用嘴说炒的。菜。这个炒菜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沙滩的滩，沙滩的沙。对，好，没有了哈，没有了，这个还有这个字，这个字，这个好像你说过就是有点吵，不过没关系，可以，这个是对，预定一个包间，也能吃饭，也能喝茶，也能聊天。就是去学校西边，就是哎，那就去学校西边的一家，这个是读什么呀？这个，好呀，对，烤鸭，练。烤鸭店，我们北京烤鸭最有名了。听说呢，很不错去那儿尝尝吧。饭馆，具具体体。在哪个具体位置？位置，
除了校门一直往西走，对，第二个哎，哦，对对对，红绿灯嗯，对，红绿往头灯，嗯，往，北，就是嗯，往左拐，大左嗯，往左北。左啊右，对，比如说像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讲的错啊，左拐就是左转左拐，啊，嗯。左左拐，转，左转，左转，转转转，左拐，一样好，这个，这个是用什么？这个是用，对对对，除了单位和王丽，对，部门还东。要再集各方舟，他们决定六点钟在饭店门口见，面不散。对，不见不散，你的那个汉语谢可以谢。啊，可以，好，那我去一下洗手间可以吗？我去一下 bathroom，可以。sorry 那边点外卖，哦，现在你点外卖吗？等会儿，自己，你在富国岛是自己做饭还是还是点外卖我点外卖，呀？点外卖，没有做饭。没有，太麻烦对吧？觉得麻烦。我以前应该是2年前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我吃了一年外卖，一年都是吃外卖，都差不多然后天天吃无所谓，你有时候会做饭吗？有时候，我觉得女孩子都挺喜欢做饭的。有时候，我有时候我也喜欢做菜。放假的时候对吧？可以做一下饭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词语。聚餐。对，聚餐，还有聚会。聚会的话，party 聚会，聚会。对。聚是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意思。还有那个，这个字加一个马。这个字也常用。这个也是一个，这个右边是个聚，不，这个左边是一个马。这个是骤骤然，就是突然的意思。骤。比如说那个骤雨。就是下的突然下雨，突然下雨，走走，这个是读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，这个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词语，这个，这个是读，对，套餐。套餐。对，这 set meal，现在的话，买什么东西也可以叫套餐。你买一个套餐吧，就带了很多东西，对吧？不一定是吃饭了，对吧？不一定是吃饭，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卖，也叫套餐。这个好像你都会耶，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。对，对，欢迎惠顾，对吧？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，谢谢你到我们这里来，谢谢惠顾，还有那个优，还有那个优惠，对吧？优惠，有一些打折对吧？有一些打折，有一些赠送的，赠送，
诶，赠送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些免费的送给你的，对吧？有见过哦，赠送，赠送。赠送啊，你买这个，我们赠送一个杯子给你啊，这样赠送，买一送一，呵呵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。对。买车子送老婆，对，再看一下，挺好玩的，这个是想去请客订包间的这个事情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服务员跟东明的对话，我看一下，我是服务员嘛，我是 waiter，你好，这里是麦当劳。开心。你好，我想订餐。你们有外卖对，外卖，服务员吗？服务啊，服务，对，服务有外卖服务吗？对，有送餐服务吗？或送餐，送餐也可以，有外卖服务吗？有送餐服务吗？有。请问您是第一次订餐吗？对。然后呢？是我了哈。哎，你说个对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在等你。哎，我们的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这个词语，这个是，登记，登记。对，登记，比如说那个登记信息啊，就把什么弄上去啊，登记啊，这个登的话是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啊，登山，比如说什么登山，老师好。对，还有那个攀登啊，攀登很高的地方，这样呢方便你以后订餐，您看行吗？阿姨，你又这么，呵呵，好的。好的啊，请问您贵姓？先什么老师？这个是普，普，对，姓涂，对，涂普，明。普通名，这个其实，这个字很。这个姓很少，普，哎，你有没有一个姓呢？越南的姓是什么？啊？成啊，成，我发现好多姓这个阮，很多姓是吧？很多很多，在越南的话，很多人到行那姓这个，你姓成，第一是阮，哦，第一是阮，第二呢？第二要是姓陈。这么陈阿伟，是吧？陈阿伟，好，请问你是订一个人订餐还是团体订餐？哎呀，团体就很多人，个人订餐。对，个人订餐。你在哪个区呢？哦，这个是你在哪个区啊？这个区的话是 district，冰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对滨滨海，海区。滨的话就是海边的意思，滨海，比如说富国岛就是滨海城市，对吧？滨海城，beautiful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是。是的，详细，详细。对，详细，比如说那个 in details 详细的，详细的地址，大学，到你了，大学路，
福十八号树，五十八号楼，楼，楼，对，楼，那我们2021还见，对对对，楼这个楼大楼的building，突然有点冷了，那我们这里还是有一点冷，有点冷吗？对对对，现在很热了，你们，好，这个你要订几个人的餐呢？五个人的，五个人的，订套餐还是单点？套餐有套餐有什么？套餐有什么？哎呀，应该让你当服务员的。有超值套餐和家庭套餐两种。超值套餐呢，就是一般的套餐。家庭套餐呢？家庭套餐是多人套餐，68元一份。现在吃的东西太贵了，对吧？吃的东西太贵了。现在我感觉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书了。我觉得书很便宜，对吧？书。书。对，因为没有很多人看书，然后书很便宜。对，68，然后乘一个五个人，然后买好多书，对，是啊，300块钱可以买好多书。好，再看一下，怎么？这个家庭套餐。够几个人吃？这是三人份的。除了套餐，你还可以单点，单点就是，不是套餐的买。还有这里。这么早吧？这么早？对。早，这么早吧？就这么早。这么早吧？对，早，对。这么早吧？来个暂停。套餐，再来三个汉堡，三瓶可乐，两份大什么忘了？这个是那个是薯，对对对，薯条，对对对，薯，甜，薯，两份大薯条，五个，好，这个字。冰淇淋，对，冰淇淋，冰ice cream，冰淇淋，对，冰。一般这个偏旁 radical， 这个一般是跟冰有关系，跟 ice 有关系，跟冷有关系。比如说那个冷字，冷字，还有那个寒字，寒，它下面也是有两点，都表示冷，跟 ice 有关系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提供冰激凌的外卖服务啊，对，因为冰激凌很容易化，荷花化，很容易化，冰激凌，ice cream 嘛，容易化，就会送出去的话就坏了。好，这个，那好吧，你们的。这个是，大概，格埃盖。大概。对，大概。好吧，你们大概多长时间？能送到？大概。对，大概。这个大概多少钱呢？那大概 about。见过很多次，但是。见过很多次。又忘了。那个一个木字旁，然后右边是一个既然，对吧？既然，大概，好像没有别的意思。好呀。对，半个小时以内，这也是准，准能送到，好，对。
我可以刷卡，刷卡对对对，刷卡吗？对，刷卡刷牙，brush，刷卡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目前不提供刷卡服务啊，你只能呢付现金，您只能付现金。总共多少钱？一共多少钱？总共多少钱？哇，你这个，我们不应该选服务员，我们来确认一下，你除了一个家庭套餐，还点了三个汉堡、三瓶可乐、两份大薯条，加上7元钱的送餐费总共是132元。啊，您看对吗？哎，对，在越南，你们在网上买东西一般要多久可以收到啊？也不清楚了，不一定。晚上吗？啊，对，网上买东西，是比如说买本书，大概我们一般是3天内，现在。3天的样子，3天到5天，差不多，很差不多，久了。你像一些大的城市的话，外卖很方便，大概半个小时，30分钟就可以，对吧？对，很方便，不过也很贵，再看一下，对，没问题，这里，哎，没问题。到你呀，到你，就到我啦。哎呀，方对便对的对，话请你留一下联系方式、方法电话。这里。我的电话是6251111，对，1111234。对。哎，越南的手机号码是几个数字的？越南的手机号码？哦，10个，10个数字。我们是十一个，我们是十一个，十一个。十一对对对，我们是这样读的，就是四个读一下，然后三个读一下，然后再读一下四个，加起来十一个，这样读。10个，好，你们是442吗？哦，你的卡住了。阿伟，你卡住了，因为今天网络不太好。好，看一下哈，又是我。这个读什么？这个读什么？这个是读，这个是会，对吧？优惠的惠，喂，对，惠顾，惠顾，惠顾，对，优惠有什么优惠啊，老板？有什么优惠？惠顾，惠顾。对，惠的话是好的意思，好的意思，会优惠惠顾，会，好，你订的餐会在半小时内送到，祝您用餐愉快，祝您用餐愉快，对，这个是鱼了，对吧？谢谢啊。对，上次跟读成偷，对，这个是鱼，这个是偷。看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我来读。那东明呢想订包间，但是没订到。他和王丽和大卫商量，最后决定还是订麦当劳，在他们的宿舍聚餐。哦，这个宿舍宿舍。对，麦当劳有什么呀？喂，对，
对，嗯，外卖，对，外卖服务，外卖。不过呢，第一次订外卖啊，要登记个人的什么？登记个人的。登记个人。对，订外卖。不过第一次登记外卖，个人的对，信息啊，对对对，个人信息，这样呢方便以后订餐。那个人信息包括这个姓名、个人啊，个人还是什么？就是一个 group 团体对吧 ？team 团体，对，团体订餐。啊，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呢，这个字呢，什么什么地址？详细。对，详细。详细。第二声，详啊，详细。嗯。啊，详细。对对对，详细的地址等内容。麦当劳有两种。有两种。嗯。两种，那是读什么？套餐，对，套餐。套餐。嗯，那第一种呢是家庭，对，家庭。家庭套餐。对。每份60元，到三个人吃，也就是。家庭套餐，还有一个是，好像叫做超级是超级套餐吗？超级好像是超级套餐，超级套餐，就是什么组老师？这个是麦当劳M 麦当劳麦。麦当劳，大概全名叫什么来着？我们在中国的话，我们叫它什么呢？叫它这个，叫做金拱门，这样的，这个 logo 啊，我们叫它叫麦当劳叫金拱门哈，金拱麦的，对，这个麦当劳。我们叫它金拱门，就是它拱起来的啊，像门一样，像舵一样，金拱门。好，这个另外呢还可以单什么？单可以单单点啊，单点，对对对，点外卖嘛，对吧？我们说订外卖，点外卖。点，我们用点其实最多了，就用手，现在都是，买在网上买东西都是点一下，所以叫点，对，点外卖，点外卖，我们点个外卖吧，现在在我是在农村嘛，现在我们农村的话也可以在，在网上买菜。买东西，买早餐，然后他会送到家里来，对，很方便。现在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到你了，你来读一下这一段。动物园要订一个家庭套餐，才两个汉堡、薯条，对，可乐和冰淇什么有吗？冰淇淋，对，合适，麦当劳，你想一下呢，它的那个 logo 是 M， more I 麦当劳，麦当劳不。提供，对，提供，是的，是
thấy binh chi lính tàu quay mai phủ à sắm xuồng chén nè à quay mai phủ nè à xa khả à đúng xa khả đúng rồi à công lĩnh chữ năng xu à sen sen chi sen chi à ok 总共132元 动员台流的联系电话是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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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话就是吃的东西，还有那个动物啊，动物啊，植物，对，植物，植物，知道。对，你像那个还有废物，对吧？废物，对，没有用的东西就是，废物我不知道。哦，就废的话是没有用的。比如说那个，废物的话是没有用的东西，对，骂人的话，你这个废物，呵呵，这样，知道了哈，OK， 废物，再看一下，这个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题目啊，第一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这个。单调，对，这个呢？草，这个。具体，是的，这个呢？提供，对，提供，这个。之内，这个。也是对，总共这个呢？练习。对，哇，这句话是 come saying 叫做，四海之内，都是兄弟啊。这个皆都是都的意思啊，所有的这个皆啊，这个你应该很少看到对吧？皆，皆是就是所有都是皆兄弟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个你是读什么呀？我觉得这个一点点难。宿舍。对，宿舍啊，住宿对吧？住宿。对，好。看一下。这个词语呢？这个。Right， 这个是读航班，对，什么航班？坐飞机这个航行对吧？船的话，包括船呢，飞机呀，都可以用这个航，看一下，这个词。这个词语读什么？这个什么会？这个是读范围，范围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范围内这个怎么解释？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叫范围外面的就不是。你要在这个范围内，对，比如说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，我一定全力帮助你，是的，好，再看一下，
这个是转啊，这个我们看这个，看看这里。哦，这个词，这个词语我们学一下。不对，对对对，连啊，是的，对，连续啊，续，对了，对，连续，还有或是这个呢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是。继续，啊，对继对对，续。你很厉害，是的啊，这个是继续啊，继续，连续的话呢，就是不停，对吧？没有停，连续，连着啊，这个连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断的意思啊，连续不断啊，这一头连在那，连在那里啊，连着。这个继续的话，就是有中间有停啊，上完课我吃个饭，然后继续。上课啊，这个，对吧？对，刚才我去了一下，卫生间，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，这样说，好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个，这个是，发票对，发票对对是。对，发票。就是你买东西啊，要开一个发票啊，多少钱？公司的名字，发票。哎，那发票英文是什么来着？invoice，对吗？发票，对吧？啊，知道了。是不是英文是不是 invoice 啊？我忘了。对。哎呀，我的英语，哎呀。看一下，这里没有问题这个肯德基中国的这个叫快餐这种麦当劳啊，肯德基啊，我们叫快餐，fast food，对吧？快餐。肯德基，对，肯德基一般都是这个 K 的 logo，然后好像是这样的，然后麦当劳就是这样，这样的 logo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读什么？这个，味道。对，味道很好，味道很辣，这个呢？这个叫什么？自助餐，自助餐，我很喜欢这个 自助餐，就是你可以吃，只要你，只要你能吃，你可以不停的吃，对吧？对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个，然后生怕自己吃亏了，然后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，你要少喝，你要少喝饮料。对吧？你要少喝饮料，多吃肉 这个很好玩。当学生的时候，这个就喜欢去那个自助餐厅，自助餐。再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学到这里，我们来 review 一下。第六课，请客好，这里，这里有一个，大片的，什么大片的，大片大的，片，对，大片的就是很多这一片，一片大片的房子，这个呢，这个是，多元，对。多元。对，very big，对啊，多元的，
很多种的，对，包间，这个这么多，往左，对，往左拐，拐，对对对，往左拐，往左拐，哎呦，太难了，你学的算很好很好的了，这个词。是读什么？这个预定。对，预定。太坏。庆贺。这里没问题哈。这个词，这个是，对，骤然，骤雨，突然下雨，突然的意思。很快，很突然的意思。这个你再读一下，这个词。对，回顾。然后这个呢？赠送。对，赠送，赠送，免费给的。这个呢？再读一下这个词。登记。对，登记一下。这个是谱。这个谱的话很少用哈，比如说那个朴素的，简，或者说简朴啊，比如说他穿，比如说我穿的很朴素啊，穿着很朴素的衣服，简朴，他是一个朴素的人啊，这个谱，好，这个你再读一下这个字，这个详细，对，详细，对，详细啊，是的，好，这么着吧，这么办吧，对吧？这么着吧，这个呢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字。大概。对，大概。回顾啊。宿舍。这个呢？这个读什么？这个。食物。对，食物啊，还有这个废物，对吧？废物。对，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个是之内啊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是这个海，四海的话呢，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啊，全世界啊 ，in the world 四海，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你读一下，这个词，范围，对对对，范围。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，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玩，对吧？不能出去。这个围就是围起来嘛，对吧？围起来，你不能出去啊，在这里面围。好，这个词语呢？这个发票。对，发票。对了，哇，这个词语好 mean， 啊 chicken mean， 翅，这个翅啊，翅膀的翅，对吧？昨天晚上也见到这个词，对，哎，这个自助餐哈，自助餐，快餐，自助餐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吧，要多休息。不要太累了，很努力，上课又学汉语，好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吃饭，对，你去吃午饭吧，